你可以现在不给我答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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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就给你答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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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喜欢我，但是我有喜欢的人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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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喜欢的人表白了，我也在等答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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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人主宰喜怒哀乐的感觉很不好受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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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很抱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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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你就该发好人卡了吧，这套路我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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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选择当众表白，就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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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用觉得抱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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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年不成功，我明年再努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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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前是暗恋，现在本姑娘改明恋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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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正我年轻，我可以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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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你喜欢上我，或者等我喜欢上别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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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5后新时代的女性，有担当，有魄力。95后新时代的女性，有担当，有魄力。
95后新时代的女性有担当，有魄力。95后新时代的女性有担当，有魄力。不光她会是你的，这个世界也会是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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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我哪天被她囚禁了，你们一定要报警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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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一个人能送他们回学校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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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的，他们俩这种没出息的样子我见多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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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辛苦你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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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以后不会不理我了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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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然不会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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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做不成恋人，你就不想和我做朋友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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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不会放弃的，你想得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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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的车来了，快点上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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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喜欢的人拒绝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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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小姐，起床了，都10:30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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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再睡5分钟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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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天哪，全是酒臭味儿。我的天哪，全是酒臭味儿。
我的天哪，全是酒臭味儿！我的天哪，全是酒臭味儿！你赶紧起床洗澡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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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养个孩子就是麻烦，养个孩子就是麻烦，养个孩子就是麻烦，养个孩子就是麻烦。小时候呢，怕他跑丢了，怕他磕着碰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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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长大了呢，就怕他在外面遇到坏男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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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哭着喝醉跑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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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学长才不是坏男人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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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只是现在不喜欢我而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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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到底哪里不好？为什么不接受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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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想法在我们家族里就是个谬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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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什么事情失败了都得往自己身上找原因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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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表白被拒绝了，只存在两种情况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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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，他不喜欢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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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，他还没有喜欢上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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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对，
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对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对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要等着他们分手，伺机而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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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才像我的外甥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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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学长喜欢的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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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，没问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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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听喜欢的人谈论他喜欢的人，我自虐啊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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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是要伺机而动吗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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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是多读点书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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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育我这么有一套，昨天还不是相亲不顺利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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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告诉你我昨天相亲不顺利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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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是相亲失败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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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有你们小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才会哭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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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的口袋里面随时准备着计划 A 和计划 B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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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计划 A 不行的时候就实行计划 B 呀。计划 A 不行的时候就实行计划 B 呀。
计划 A 不行的时候，就实行计划 B 呀。计划 A 不行的时候，就实行计划 B 呀。他刚好需要一个陌生的爱情导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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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猜猜看，是谁扮演了这个角色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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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奸诈，不过我喜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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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解决办法的人才选边站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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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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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要享受恋爱的乐趣，又能避免不必要的压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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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好的办法就是保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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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公司，他们有个规定，就是禁止办公室恋情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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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旦发现了，其中一个必须离职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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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家公司福利待遇很好，谁都不想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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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办公室是日久生情的最佳场所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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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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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叫做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
这就叫做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这就叫做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这就叫做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老板是担心分手之后会影响工作上的配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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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很多办公室恋情悄悄地发生了，又悄悄地结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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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没有人知道，所以分手的两个人都不尴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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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狐狸，我不懂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劝他不要接受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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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你尊重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好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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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